啊，大家好，好，大家好，这是一张油画哈，迷彩式油画。那我通常都是写生比较多，很少用别的那个素材。那这一张刚好是我高中同学哈，他们去摄影的时候在彰化分园的猫罗溪那边有养了两三百头牛。是一赶出来，好像非洲大草原一样。那我就他拍了好几张那个作品，摄影作品。那我当然要画一张这个作品的话，我必须要去煮，所以应该也找不到有这样的景。这个颜色也是一样，都是我改的。为什么叫夕阳伴我归呢？那因为我少小离家。那我对故乡的那个憧憬，那因为现在年龄大了，那就觉得我能够用这种心情去表现一下我对家乡那种感觉。所以呢，那夕阳也是很美。我有时候讲说，夕阳无限好，不是计划婚，但是另外好像还有一句，我忘记了。因为计划婚，所以夕阳无限。校长讲，没有，谢谢大家。